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昨天谈到，在真干当中啊，啊，我们还要懂得自我勘验。哎，我这个下的功夫方向对不对？效果如何？ 要勘验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啊，在进修节要报恩坛啊，这个算是他老人家晚年呢，离这个往生呢时间比较近的一段很宝贵的开示。 啊，就《进修捷要》，啊，将他一生修学的，啊，这些心得、领悟啊，可以说是和盘托出。啊，所以师长老人家特别推崇啊，《进修捷要》报恩谈。啊，尤其这个《进修捷要》对我们现代人呢，很契机。现在人谋生不易啊。 啊，包含不只是工作上、生活上、家庭中啊，都有很多的责任啊，要去承担呢、啊，要去善了啊，所以很可能读经啊、听经啊这些时间都相对少。啊，那虽然这三十二拜经文不多，但是却是大乘、小乘、显密、静。 律教这些精华都在里面啊，所以曾经也跟大家交流过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些大成就的人啊，他当生就有成就的人呢，他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啊，所以他在晚年所做的每件事啊。 都是为了后世的众生有缘人着想，不然夏老不会编这个进修解药，啊，黄念老呢也不会把它这么深入去讲解，啊，大家要知道呢，夏老呢不是普通的境界，啊，记得承德刚学佛的时候。 好像听师父讲经，啊，说在美国啊，人家拿夏老的照片，啊，这个人是透明的，是吧？啊，哦，所以夏老一定是洞察到我们未来社会的生活形态呀、啊，确实修学不易啊。透过这个短短三十二拜，掌握。 佛陀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的精华所在，啊，而且又是一天清菩萨的五念法门，啊，这个都是大乘修学的核心，啊，礼拜、赞叹、发愿、啊，观察、回向，啊，这些精髓都在这三十二拜当中了。 讲了那么长啊，还是让我们能知缘习缘，知福习福啊，来受持啊这个精修解药好、哦，那在黄念老的讲解当中呢，他有说到呢，要谨防业力发动啊，最重要一定要啊。 自己时时是善根在增长，善根在发动，不要是业力发动。啊，什么是业力发动的状况呢？啊，就是一般世间人说“万般皆是命啊，半点不由人”，这句话说出来有没有无奈？啊、哦，这有点味道了啊、哦。 还有一句，可能更有感受了：“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！”哦，好像遇到的这些恨逆啊，自己都招架不住。我们很怕这样的境界吧？可是事实上，这样的境界啊，其实我们很可能。 已经有很长一段了，随顺习气才会走到这样的地步来。哎，呃，没有很长时间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状况。啊，我们世间人讲，什么事情都有征兆，啊，福有福时，祸有祸先，都有征兆。 所以，懂得时时反思、关照的人，他就会发觉啊，自己错了，方向了，啊，修学不得力了，赶紧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啊，调整修学的方式，啊，去检讨，这个很重要，啊，不能事情干完了，稀里糊涂的，也不知道哪边不足，哪边错误，那下次再做。 依然还会再犯这些问题啊！所以群书之要里面有一个精神，也是做事的重要态度：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好，在夏联老他的六信四愿三信一行斋治警录当中有一段话。 对我们勘验自己啊，挺好的。啊、哦，他说到呢，天赐之福，上天要赐福着给这个人，先开其慧，先开他的智慧。天降之法，上天要叫灾祸之前，啊、哦，不是马上就降灾祸了，先夺其魄。 先把他的魂魄夺掉，啊，先夺其魄。什么是开其慧呢？啊，夏老说道：惭愧，惭愧不是沮丧啊。你一惭愧了三天爬不起来，这不叫惭愧啊，这叫消极沮丧啊，惭愧。 奋发啊！真惭愧，起作用了。他会效法颜回夫子，不恶过。这太丢脸了，我下次不能再犯。奋发改过啊！下有猛心去对峙吸气啊！惭愧、奋发、改过，皆天开其慧者也。 我们的心态时时保持，那这个是善根发动。好、哦、啊，什么是天夺其魄呢？忧忽，每天呢恍恍惚惚、稀里糊涂的就过了一天了。忧忽昏堕，昏昏沉沉，然后很散散漫。 惰，这个懒懒惰、昏惰、自欺，啊，就不承认自己的问题，自欺是非,有是非、si oh,，有过错还在掩饰，啊，掩过是非，啊，忧乎昏堕，自欺是非，皆天夺其魄者也，啊，所以这这。 一段开示啊，对我们勘验自己修学的状况，是非常好的教导。还有一点呢，也是可以勘验，就是做梦。做梦能不能勘验？因为俗话讲的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”，所以代表我们。 白天常常动的念头，可能夜晚在做梦的时候会出现。啊，所以古人也深明此理哦。有一位好像是明朝的尚书，叫杨祖。他做梦，梦到自己啊到梨子园里面，摘了人家两颗梨子，他就反省自己。 一定是我白天对这个意跟力都没有很好的分辨，然后用功啊，所以在梦梦中还会起这个贪、偷啊，人家东西的这个行为出来啊，所以就罚自己啊，几天不吃饭啊，你看他。 在梦中还在勘验自己的功夫不到位，啊，这个行语啊是非常可贵，啊，好，好像有学长有问到做梦的问题。 这个同学问到呢？试问呢、啊，人在梦中，这个前六式是否启用？如白昼？哦，这个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梦中所造的身口意业。 是否与白昼所造的诸业相同？啊、哦，第三呢，梦中所现的外境，他人之所造诸业，与梦中自己所造诸业有何不同吗？啊、哦，是和。 因果道理啊，这个啊，接下来又谈到，忽然想呢，躺于梦中离世啊，虽有幸愿，却未有准备，请问可以往生西方否？啊，所以细想极恐啊，很恐惧啊，应如何着手？ 下功夫好，所以这个学长他也很警觉啊。梦中是不是修行？也是修行啊、哦，也是可以勘验到我们的功夫的状况。好，人呢在熟睡的时候啊，就没梦了。 所以熟睡的状况呢，这个只有第七世啊，还会起作用。啊，第六意识它就没有起作用了。啊，你看在梦中，你还会分别这个人挺丑的，那个人挺漂亮的，那个就分别执着。 所以一般熟睡的话是第七意识，啊，做个比喻吧，比方说两个人睡觉盖一个被子，啊，假如你还清醒，啊，对方给你被子拉过去了，你说算了，让给他盖吧，啊，可是你假如在熟睡当中，啊，你啥也没想。 啊，他他拉了被子呢，你也会把他扯过来，啊，因为你下意识我要盖被子嘛，啊，那个所以人的我执是很深，你完全这个熟睡的时候还是会拉被子，嗯，所以要靠修行，要到第九次地定才能把这个我执给这个降服，是吧？ 要到阿罗汉的境界，所以这个不容易。嗯，哦，好，所以梦中呢，这个第六意识是会起作用的。嗯那像我们平常啊，你平常在跟人相处的时候，你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通通在作用。 就是你前六式都在作用，可是你在梦中的时候，你的眼睛没有起作用，耳朵有时候也没有起作用，但是也有可能旁边有声音出来了，哦，然后那个你也听，还影响你梦里的状况，哦，所以有有可能是这个你在做梦的时候，五世还有一些。 这个境界来，你还在其中啊？有时候是五世都没有，只有这个第六意识在起作用，啊，这个都有差别在，啊。那梦中所造的身口业与白天造的不相同，它比较微弱，啊，比较微弱，哎。 啊，那因为它比较微弱呢，所以这个造的业啊是比较轻的。再来，它没有具体的言行，是吧？你清醒的时候，你还有言语，还有行为嘛？还跟那个人结结恶缘了吗？啊，有没有哪一个人做梦之后跟哪个人结恶缘呢？啊，有一个人跑来说：“你在梦中打我一下，我今天非揍你一顿不可。” 啊，没有，除非他已经有他心通，可以看到你的梦了哈。但是他有这个修养，他不会跟你计较。哦，所以一般梦中的业是比较轻的，比较微弱的。啊，再来，你刚刚问到说他人所造的诸业，其实梦中别人又没有参与你的梦，他有什么业啊？是吧？所以他人谁变的。 自己的心变的，所以全部是自己的业了。嗯，好。所以其实这个梦啊，其实还是跟日有所思有关系啊，因为你白天这些念头很强，所以在晚上还不休息，他还会继续现前，就会做梦了。 好，那忽然又想到说，我梦中假如死了、离世了，虽有心愿呢，却未有准备、啊。请问可以往生西方吗？请问大家可不可以往生？ 好，这句话有矛盾，是吧？虽有幸愿，却未有准备。那要准备什么？还要准备收拾包袱吗？是吧？哦，而且我们修学要很清楚，无常迅速啊！哦，印光祖师说，修行人都被无常吞，无常来都。 没有没有心理准备，一下子就命就被夺走了。哦，所以我们真正具足性愿啊，我们常说往生与否，在信愿之有无；品位高下，在持名之深浅。 所以，修念佛法门最重要的是往生的关键是信愿具足。不是说你念佛要念到一定要怎样的功夫，只要你有信愿呢，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交感，哪怕你还没念到功夫成片，佛来接你的时候，他会放光照你，你就会一。 一心不乱，那那个一心不乱是佛放光照你的，不是你的功夫啊。所以信愿才能感感召阿弥陀佛来接引。哦。那重点是，只要对世间还有留恋，那就信愿不具足。 所以师父常说往生不难，难在哪？放不下。你世间都放得下，又想去西方，那十方如来连念众生，如母一子，啊，子若一母，如母一时，母子立身不相为缘。啊，你你想佛菩萨跟佛菩萨想你相应了，那就不分开了。 啊！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哎，所以得要看破世间。啊，那看得破了，什么事你不留恋，你就放得下，哎，心上不会有这些尘劳了。哦，那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，你就跟他走了，就不用准备了。 啊，尤其这个海贤老法师讲的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的都是假的。但是问题是，下面这一句就是真看破了，你要看破，什么都是假的，都带不走。哦，当下就要练习，一定要看淡，然后要慢慢放得下。 好啊，所以那一天跟大家交流了一段，黄念祖老居士开始的啊，喜欢是留恋娑婆，讨厌也是留恋娑婆，所以我们对人事物还有喜欢放不下，还有讨厌的念头放不下。 都是情见，都是情痴，都是留恋所婆。哦，所以幸愿要具足，这些教诲对我们是很重要的，不然我们勘验自己的功夫啊，都会觉得自我感觉良好，我很想去啊，哎，但是事实上，每一天接触那么多人事物。 我们的内心里起伏很大，啊，我们呢很多事情一直都挂在心上，这个都是留恋娑不。所以祖师大德的开示很重要，啊，我们听了之后才能明白我们自己的功夫到底是什么状况。啊，经典也是一样，祖师大德开始也是一样，他们都是。 智慧的代表，还有《楞严经》里面还讲到什么是性具足。我们今天说性愿之有无嘛？那什么是性具足？啊，自他一体，无差别相，叫性具足。 假如自他一体无差别相不信，那你持戒再好，你听经多闻再多，依然是信不具足。哦，那这一段开始也很重要。哎，什么是自他一体？ 无差别相，他相信众生跟我是什么一体不可分的。那假如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，你看他哦，那个人我的对立分别非常强，那有没有自他一体的一种心境？那就没有了。 那我们再回到《无量寿经》，三辈往生，啊，上辈、中辈、下辈都有哪一个条件？发菩提心，啊，一向专念，哦，那自他比我对立很严重，那就不在菩提心当中了。 若见自信是众生，故愿度脱；自心是佛道，故愿成就。不见一法，离心别有。啊，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，行虚空之行，证虚空之果。啊，亦无虚空之相可得。如是发心。 名之为缘，哦，所以我们看这个醒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，老人家也是用心良苦，啊，他把这个什么是邪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伪，什么是大，什么是小，什么是偏，什么是圆，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。 那我们这个心才能用对呀，啊，我们那个发菩提心的方向就是完全正确了，不然我们都会觉得，哎，我我有发菩提心了、啊，但是一勘验呢、啊，哦哦，那确实不相应，啊，所以是不是真的发菩提心？那劝发菩提心也就是很好的一个勘验的经典。 好，啊，这个是，啊，就这个黄念老讲的，我们来看验我们性运有没有具足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，勘验的这个部分，那你比方说我们这一部经。 《太上感应篇》讲的是生性因果，那我们要勘验呢？我们这部经有没有真正深入？啊，真正把因果了解透彻了？那怎么勘验？啊，我们遇到这人事物啊，还有没有情绪？还没啊？还有没有埋怨？ 这个就感应出来了。哦，人有埋怨的时候，那我们不幸因果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你看达摩祖师遇到一只鸡啊，遇到一只鸟啊，被射下来了。啊，老人家也借这个缘给他说法是吧？但是你看他马上告诉他。 你被箭所射，也是什么因果循环所致。你不要有埋怨，我为你受三归，日后做人好修行。好，那这一幕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你说那是射鸟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们也是众生呢、啊。 我们也是要在一切竞争当中深信因果，啊，这样才能随缘消旧业，爆掉了，不再造新殃，啊，我们遇到了，我们起对立了，起控制了，起嗔恨了，那又造一个新殃了，这样就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 所以刚刚听师父讲经，受辱不怨，你必须连那个什么报复的念头都不能起来，不然他会是什么一个种子，这一生没有报，有可能来生又会报。好、哦，好。那再来我们谈第三点呢，圣教是内学。 早上呢，有同仁呢，啊，有学长提到，啊，容易见人家的过，啊，事实上呢，这个问题应该是所有的修行人呢、啊，都必须要过这一关，这一关其实挺不容易的，哦，好，那比方我们从经典来看。 朱子这家格言也说：“因事相争，焉知非我之不是？须平心暗想。”我们人跟人冲突，一个巴掌拍不响啊、哦，所以等于是说，能冲突起来，因为两个人都发怒了。 那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呢：，假如人跟人要摩擦起来的时候，只要有一个人觉得“哎，我可能也有错”，他的嗔恨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比较下降降下来，不会一直盯着对方的错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啊，用师傅的法呢，来解决这些问题。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，啊，我对的也是错的，啊，那当然，这个从文字上我们是一义不一语了。别人错的为什么是对的？那个对是什么意思？也是啊，因果相去。 不是偶然的，哦，比方说现代人哦很自私啊啊，现在人脾气大，他会不会突然变成一个自私跟脾气大的人？不会吧？他也是因果相续而来，所以为什么说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？你看，都我们在分析东西都不离生性因果。 所以为什么了凡？呃，这个无量寿经说：“先人不善，不是道德，无有愚者，书无怪也。”所以每一个人从一个角度看是都是受害者，尤其我们是炎黄子孙，居然没有学到五千年的智慧，可不可怜？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可怜人，我们还跟谁对立？ 啊，所以别人错的也是对的，那个对的就是正常的。哦，那可能有人又会说了，那我跟他劝过好多次了，他还是不听啊。哦，那可能我们家里的人，他又不是不懂，他又不是不学，我劝他那么多次了，他还是不听啊。 好，那我们劝人家劝不动的时候，那行有不得，怎么样？反求诸己。哎，为什么越近的人越难劝？因为他也觉得我们没做好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又有一句话叫“五十步笑百步”啊，所以人家心里不服。 心里不服，啊，所以这个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，他真的是讲到彻底了。哎，他不服是结果啊，有没有原因？有啊，因为他觉得你也没有做得很好，这是一个角度。啊，所以人家没做，觉得我们没有做得很好，人家不接受，那也是对的、啊，哪有错？ 也是人之常情啊，嗯，再来还有，很可能他现在的行为完全是情绪化嘛。可是问题是他那个情绪化，是不是因为长期对我们行为一点一滴积累的？哦，今天这件事只是导火线而已。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家里的人说，就是这么芝麻蒜皮的事情，怎么搞那么大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？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可是我们也着相啊，着在他小题大做。事实上，可能我们家里的人已经怎么样？我忍你很久了。 但是这个时候，你可不能补他一句话。真心向性子啊，你落那么多印象干什么？完那，你又用道理又要压过去了。哦，所以所有的境界啊，都在练自己的心啊，也得要往内观了、啊。只要一往外了，一看他不对了，一要跟人家讲道理了。 哇，那越打越火热了，止不住了，哎，啊，所以我们有商量过，啊，传统文化的 S Y 走是吧？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所以师傅这句话，其实就是也是在注解这个“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”的修学态度。 啊，比方，说那他那些印象都是我们以前做错落下的、啊，所以也是我们错啊。当然讲起来很简单的，在境界当中就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啊，比方说，落印象是自己造成的，可能我们下一个念头说：“那我也改很多了，不然你要怎么样呢？”是吧？你看，这要扶住这个。 这个妄念啊，扶助这个贪嗔痴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、哦！时时都是向内调服自己的心呢、啊，这个是真功夫哦。好，那刚刚讲了，师父这句法语：别人错的也是对的，你都一直在往内了啊、哦！我对的。 也是错的，啊，修行是修这一颗心嘛，心是分别之所就错了，啊，心是真心才是对的。好，那当我们产生我对你错，分别产生了，傲慢产生了，高下见产生了。 那我们用的都不是真心的哪还在那里跟人家争什么对错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继续争下去，只是互相造更多的业而已了。哦，所以这一句法可以解决。还有另一句法也可以解决，啊，因为也是有人去问师父，我实在很难不见别人的过。 师父说：“那你真想改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真想改。”哎，师父说：“你从今天开始，看到一切人的过失，你就告诉自己，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，啊，所以不能感动他。他不笑，你就不要在那里气的半死。” 你就把笑演给他看，啊、哦！你看到人家没无理，你就把理演给他看，哦，那变成别人的错，这个缘变成鞭策你，更好的提升自己，他是你的逆生上缘。其实这个也很有道理啊，因为。 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他假如出现一个完全做到的人，他还有善根呢。他虽然不能马上改，但是他会觉得，净空老法师做的对，他还有良知哦。他自己做不到，他还还有良知，觉得啊，谁是对的，我要效法他。 所以，真的，你完全做到了，那就像我们顺王这样的教化力量了。啊，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啊，其实我们很多团队都是老法师聘应的。啊，像承德，我们自己做领导做的不好，哎，底下的人还没走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在老法师做到了，他这个信心还没有动摇啊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真的都是在老法师的庇荫之下，不然我们怎么摄受,受人心，怎么带团队呢？哦，那当然也要期许自己。 啊，一切有缘的人对圣教的信心呢，是因为我们做到，让他信心不动摇。哎，我们要珍惜现在是师父罩着我们，我们有这个机缘历史练们要好好提升自己啊。哎，好。啊，这个是第二个方法。 第三呢，我们想到儒家，好有一段开示啊，很好，这也是个大儒啊，唐景川先生呢、啊，他说道啊，需要刻刻检点自家病痛。 就我们时时刻刻检点自己的毛病，因为所误于人许多病痛处啊，就是我们好像看别人，这个人怎么这么虚伪啊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攀缘啊，就是我们在看别人过的时候。 要能反思到呢，盖所恶于人，我们觉得别人做的很不好的恶于人，许多病痛处。若真知反己，就是比方说他有他脾气大，啊，我一返回来看自己，若真知反己，则色色有之也。我们身上也都有。 哦，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。哦，比方说，一个完全没有脾气的人，看人家发脾气是什么心境？他已经没有脾气了，他已经尝到不发脾气的好处了，是吧？ 好，那他在看到别人发脾气是什么感觉？觉得太可怜了，就好像佛菩萨分别执着都放下了，他过上佛菩萨的日子了。看我们众生还随顺贪嗔痴，他那个怜悯心就起来了。他怎么可能去看众生的过，然后还跟他可以对立起来，然后去批评他的恶？ 不可能，所以我们之所以能见人家的过，还能够产生这种对错跟对立的状态，事实上，我们的内心还有这些习气。哎，那是借这个缘，我们这个习气起现行了。嗯，啊，所以那个。 苏东坡先生那个公案说：“心中有佛，见人是佛；心中有份，见人是份。大家要了解佛法讲彻底的话，一切境界是我们的心变的。那我们这个心还看到哦，一个人脾气很大，那那个像是他还是我？是我的心变的。 所以，真正反己就有受用处。哎，啊，比方说，这个人可能脾气，呃，百分之九十，我们还会因他而生气，可能我们还有百分之十，我们没有的话，不会因为他的行为生气。那这样一反省。 他不是也是我们的真上缘吗？啊，若真知凡己，那我们都有学处，就赶紧在我们心地当中下功夫了。嗯，所以事实上啊，我们可以去思维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可能有最讨厌的人。 啊，最讨厌的人，好，那你讨厌他一定是他哪一个行为嘛？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可以静下来思考看看，你最讨厌这个人的那个行为，我还有没有？这个值得大家去反观看看。假如还有，那还有什么好？ 对他生气的呢？那感恩他都来不及了啊！因为他提醒我们，我们还有这个，那我们不是很生气吗？啊！所以接下来我们再讲到一个儒家很重要处事的树道啊，术道啊。哦 要做个转变呢？怎么转变呢？这个是范仲淹先生的儿子范纯，范纯仁啊，范仲宣公纯仁，啊，他有一段话，说到啊，他是劝诫他的孩子，啊，说呢，人虽自愚，啊，他的先天比较。 愚钝一点啊！人虽自愚啊，择人则明。要看别人过，他会变得好像很很清楚。啊，承德以前教小学的时候啊，啊，一些比较调皮的孩子啊，啊，比方说这次不是他犯错了，别人犯错了，你一问啊，他他都可以讲出来别人错在哪里。 啊，他他平常最常犯错的，可是他一讲别人可厉害了、哦。那事实上，当我看到这样的学生的时候，我心里起什么念头？你看你，你看你，都在看别人。事实上，他都在看别人，我呢，我也在看他，我也在看他的过啊。所以修行容不容易？ 不容易啊！你看达摩祖师那个镜头，他在那打瞌睡，明明他就打瞌睡，打到点的太大醒过来了，是吧？醒过来了，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在那打瞌睡啊，他马上看向外看了、啊，然后就你看，都在打瞌睡，他明明自己在打瞌睡，他看别人错啊。”结果风一吹。 有的灭了。第二个呢？你怎么说话了？啊，第三个呢？我们不能说话。第四个，嘿嘿，只有我没说话。哦，所以这个圣教是内学呀，很不容易。那个要有高度的内观内省啊，才有办法。 走上修行的路，嗯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个唐景川先先生讲的，克刻检点啊，然后能真知反体，其实我们身上也都有，啊，所以子贡很聪明啊，口才也一流啊，你看孔子对他的教导。 道理也明白很多啊，这个都会出现我们修学的误区的啊。所以子贡方人，方人就是批评人了啊。那孔子说：“子曰，赐也贤乎哉？啊，端木赐啊，你很贤德了吗？啊，接着孔子说：‘夫我则’。” 不暇，不暇就是没有那个时间跟功夫去批评人。其实，夫子讲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，而且是也是他老人家自己修行的心得啊。就是说，真下功夫的人，时间精力都不够用啊。哦 哪还有时间去看别人跟论别人、哦、同样的这种心境啊，在夏莲老修学当中也完全点出这一点啊。夏老说：“真学道之人呢、啊，无剪爪之暇，就是他用功到呢，连剪指甲的时间哈、哦。” 都没有，我说安有是功夫说闲话，哪还有什么时间精力去讲别人的是是非,非？哦，因为克己复礼，我们都知道克己不容易哦。哦，所以有一位也是儒家的大儒啊。 他说：“二十年至一怒字，这个都是很有涵养，甚至都有胎教的人啊，都是大儒啊。二十年至一怒字，尚未消磨的尽，就他的嗔恨心还没有完全降服，以示之啊，克己为难，就是要调伏一个习气。” 调伏这个嗔恨，他花了二十年功夫还没有完全消磨掉，那等于我们这一生要扶住这些烦恼，时间都不够用。假如我们还看别人过，还要去批评，那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能功夫得力了。所以今天学长们提出来说，习气很难调伏啊，尤其这个见人过，只要这个过。 没有条幅，我们这一生也不可能是修道人。啊，这不是陈德讲的。六祖大师告诉我们：若真修道人，这真正的修道人不见世间过。那我们见了，那我们就不是真正修道的状态，只能跟佛法圣教结一个缘。 但是这一生要成就，不大可能。哦。所以这个范存仁先生讲的，人虽智愚啊，则人则明，啊，虽有聪明，恕己则昏，就给自己找借口啊，宽恕自己了，就会昏暗了。 就会用忘心了。哦。我们想起昨天我们谈到“真干”，这个“干”字是什么？一毫懈怠，一毫自述，这里讲的就是自述了，恕己则昏呢。好，接着。 范存仁先生说：“人但常以……他这一段话是做个转变的。人但常以责人之心责己。我们很容易看别人，指责别人，批评别人。以责人之心怎么样？责己。以恕己之心。” 我们每天不对的念头挺多的，我们都很容易包容自己。别人才说错一句话，就三年都跟他过不去了，那这个不行了，那要做个转变啊，以恕己之心恕人，能这样去处事的，不患不到圣贤地位，啊，所以我们见人过这个习惯呢。 也可以用这一段法语来对峙。啊，以责人之心责己，以恕己之心来宽恕他人。好，这个是跟大家讲到，这个是内学内功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四个，修行啊要主动。 之前我们讲孔子的一段法语：“不曰如之何，如之何者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好，当然这种主动啊，比方说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，这是《论语》的话吗？是吗？啊，你看见到。 自己的恶念、恶行，如什么，就像摸到那个滚烫的人，赶快要制止。啊，见善如不及，就是我们看到师傅的榜样、圣贤人榜样，马上下决心要去效法，这个都是主动的态度。那当然，我们很愿意去下功夫啊，可是呢，也不要啊用力过猛。 啊，矫枉过正啊！你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最后变成了、啊、压力很大，很沮丧，这样也不妥。啊，我们刚刚说的惭愧，接着是什么？奋发。你的惭愧变成沮丧，那个不对，要寻中道。啊，用功不能太紧。 把自己压的喘不过气来，哦，你小家庭一分享到你的时候一分享，啊，整个家都是低气压，哦，然后大家心脏都有点这个喘不过气来，啊，你那种痛苦那种消极，一下子感染了所有的人。当然，我们被感染也是我们定功不够，也不能怪他 <laughs>，哦。 所以四大天王都是表法，东方持国天王拿什么？琵琶。所以他护国不能太紧，也不能太松。那护国再拉回来护什么？护身呢、啊？护心呢、啊？护自己的修行也要宽猛相济呀、啊，不能用力过猛，不能压力太大。 紧了会断了，那也不能太散漫；松了就弹不出来，就修不成了。好，那再来这个主动呢，也有对峙的这种意义在。啊，其实六度都是对峙。布施对峙，悭贪，持戒对峙恶业，忍辱对峙，嗔恨。 精进对治懈怠，禅定对治散乱，般若对治愚痴。好，那我们自己的习气自己要清楚，然后要用什么法来对治，这个要自己下功夫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 请问我们一天会遇到多少境界？万境交集啊！哦，哪有你一天的境界？哦，比方只有只有一个贪心，有没有嗔？有没有慢？都有啊。所以你在一切境界当中，你都要正念提起来来对治这个邪念跟习气呀、啊。 所以《劝发菩提心》里面有一句话叫“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”，你要以这个契机的法去对治我们这个烦恼。比方说，很急躁的人要置之以缓的，啊、哦，以很这个。 等于是脾气很暴的人要置之以和啊，很粗线条条的人要置之以细，就是要用细心来对治啊。哦，那我们性格有偏颇的地方，都要用法来对治嘛。那这个对治叫历事练心啊，要练出功夫来。哦，那这个要练出功夫啊。 也要练出耐性来，也不要着急啊！打败仗是正常的哦，所以夏林老师提醒说：“不计成败，是吧？”哦，不要又又又被境界转了，又气馁了，又兵败如山倒啊、哦！所以我们看第五个，我们修学啊，要有耐性。 要有恒心，要有毅力。好，好，比方谈到这个耐性，那用功也要很有耐性啊，比方说定课啊，每天都要做，不要断。 啊，比方说，听经，每天要听。啊，师父说他没有一天离开佛菩萨的经教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教诲。我们一天不读经、不听经呢、啊，烦恼就越来越多了。哦，所以这个都要很有恒心，很有耐心。啊，修行啊，只有两件事。 啊，这两件事事实上，在深入呢，只有一件事，啊，就是深处令熟，熟处令生啊，我们什么很熟呢？分别执着很熟，什么很陌生呢？真心很陌生，佛号很陌生。啊所以修行就是。 这个分别之所很熟，慢慢用佛号取代，慢慢用正念来取代，它就熟处就定生了。那你时时佛号都慢慢提起来了，生处就变熟了。所以事实上，佛号熟的时候，分别之所就生了嘛，所以也是一件事嘛。哎，但是这个修行都有过程。 要时时啊，安住当下就好。啊、哦，印主讲的“盛狂之分，在乎一念”，啊、哦，不要把它想的太复杂。多少败仗，那个也是因缘聚散，当体皆空。最重要的是当下这一念要对，啊，在当下用功夫。 这个恒心呢、啊？我们用一段也是夏老的话来讲呢，啊，这个也是《华严经》里面提到的。啊，我们修行啊，就像钻木取火一样，啊，你钻木取火，你一定要钻到火出来，你不能停。 啊，其实这个火出来表的就是你要修到智慧现前，不然你一停下来啊，不钻了、啊，就凉了，是吧？火势随自灭，这个就是不能懈怠，要有恒心。啊，就用这个钻木取火来比喻，我们不能懈怠，一定要坚持不间断的用功，智慧才可以现前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的，就很沮丧，然后几天都不肯听经，不肯念佛。哦，陈德自己的感觉是，也曾经好几个月都很沮丧啊、哦！哇，那之后啊，那个沮丧会成为一种习惯，拉都拉不回来。 所以用功一停下来啊，不止不能进步哦，可能会什么前功尽弃哦。好，所以这个恒心啊，有恒为成功之本，对我们的提醒也是很重要。哎，好。 那这个耐性里面呢、啊，就是我们要谨防啊，急于求成，啊，谨防呢浮躁，啊，所以这个古德有讲啊，为学第一功夫啊，要降得浮躁之气定。浮躁我们就心就很散乱。 然后也定不下心，哦，什么事情啊？我们还是要道法自然，哦。永明延寿大师啊，他的教诲里面有一段话，啊，说到啊，万物尽从成熟得。 啊，万物尽从成熟得。又说呢，熟果不摇翻自落，就这个果实熟了，你不用摇它，它自己掉下来。这个叫水到渠成。我们就是说，有耐性的话，你就不着急，你会，不管是自己的修学，还是他人的因缘。 啊，或者是利众利益众生的因缘，你就会懂得什么？水到渠成，不要操之过急啊！因为呢，欲速则不达啊！你一着急了，适得其反啊！所以俗果不摇翻自落，深情谁换却惊飞。 这个就是反效果了，哦，这些动物反而被你吓吓跑了，哦，好像师长老人家今天讲经也说，佛不下去利益众生都是什么被动的，可是有一件事是主动的，提升自己。 那那是主动的，哎，正己是主动的，化人什么，随缘，不去攀求，啊、哦，你看师傅出家，他也是被动的，人家请他九次，那代表他的德行成熟，人家一定要请他出家，一定要请他讲经，这个就是缘成熟，哦，好。 包含我们讲到学习的次第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。假如我们今天生还没修，就急于要齐家；或者我们家还没齐，急于要什么利益社会。 那这个就攀缘了，哦，这个就变成学习是劣等的，没有循着这个次第了，哎，哦，所以这个去利益他人，那个是原成熟，佛菩萨、观世音菩萨自然会去安排，哦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先尽到我们的本。 本分在哪比方说，我们自己跟父母都还不能真诚，不能交心，那我们怎么去利益众生？你跟父母能交心，你的真诚才能现前呢、啊。那跟父母都有这些隔阂，那你真诚怎么现前？可是有一些人，他可能。 小时候父母没有学，那根本就没有好好照顾他，甚至还抛弃他。有没有可能遇到这个情况？有可能。所以现在被抛弃的孤儿有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开始说一定要从父子有亲去恢复，那他们一听难不难受？ 那有可能这个法气不气他的鸡，不一定。所以这个现象以前很少见，几乎没有，现在比较多。这个也是社会都是功利主义的，就人越来越自私，才会造成这样的行为。可是，纵使是这样的人，他一定有遇到对他无私奉献的人。 不然他不会活到现在长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也有一份那种很自然知恩报恩的这种性德可以透出来，所以我们说树祖德那个也是啊，这个我们李老师他们设计这些课程也都是顺着人的性德在引导啊。啊，这个时候可能对他来讲，哎，那个幼儿园的园长。 哦，他一想，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哦，他一想才，才哦，慢慢子，我恩德那么多，他那个亲爱，他就可以延伸出来。哦，好，所以佛菩萨都会看呢、啊。你身还没修，那那他不可能给你派任务啊。你硬是要去攀这个缘。 最后你自己也很累，把事业给搞得乱七八糟都有可能，哦，所以，呃，应该啊，还是要从孝顺父母啊开始做起。啊，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。 那当你真的跟父母完全没有隔阂，那就是你的生修有个基础了，啊，家企有个基础了，自然而然会有利益众生的缘分。啊，胡小林老师也说，一个人要落实精教，要练功夫，哪里最可以练呢、啊？家里面呢、啊？家里面的人特别了解你。 家里面练，家里面的人也特别能包容你。哎，好。那再来呢？我们看这个下一点，第六点呢，就不画地自线。啊，之前有举到染球。 跟夫子的一段话，啊，冉求说他非不悦子之道，力不足也，啊，孔子马上点醒他，啊，什么是力不力不足？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，是走到一半，力量不够了，你现在还没开始走，啊，所以你这个是金主化，这个是变成画地自限，哦，但是人要不画地自限呢？ 那最重要的也是要相信自己啊，性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，也要相信自己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也要相信啊，我们颜回夫子的一句话：人皆可以为。 哦，oh, 不是这一句是印光大师的，啊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做佛，这是印主的，啊，颜回夫子的是说，舜何人也，禹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，啊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就不会画地之限，啊，第七呢，啊。 这个陈德现在讲的这些哈、啊，都只是自己很粗浅可以想到的点。好，那大家有想到其他很重要的观念跟心态啊，也请大家要反馈给陈德。哦，那陈德有机会的时候，一定帮大家去做供养。 只有自己是学生，啊，只有自己是学生，啊，这一点呢，我们从两个角度啊来看。第一个就是所听的一切经教啊，都是讲给自己听的，自己是当机者。啊，师长有一次讲经，有提到说，跟他十几年的。 这些弟子，啊，在听他老人家讲经的时候呢，念头是，这个是老法师讲给初学的，啊，这个是老法师讲给谁听的，啊，就不是讲给他听的，啊，所以这样的心态他就不得受用了，啊，所以应该是说，老法师讲的每一句呀、啊。 都是讲给我听的，我就是当记者，我当下就要去受持。其实这个心态也不容易。啊，我们在台上跟大众分享，啊，承德是感觉呀，我们七十几个学长善根不一般。哦，承德有时候在讲课的时候。 很常发现，几乎每一堂课都有这种现象，啊，就是底下听的人啊，听听听呢，他就会出现这样的眼神，这样，那个眼神，承德的理解就是，他看台上那个人讲的，哎，那个人有没有在听？ 然后就是说他的，他有没有听清楚？就他关注的是是这样，换过去。当时候陈德在海口的时候，有一次，那他非常就是，那个边讲，就看到那个先生呢、啊，那个眼神就开始变化了，啊，然后就转头。 他的儿子还坐在中间呢、哦，他转个头，然后把手伸过去，然后拍拍他太太，然后看着他，拍拍他太太，都没有讲话了、哦。我的解读呢，那个先生老是在讲你、啊，老是在讲你、啊、然后那个太太也转过头来呢，瞪了他先生一眼。 也没说话，瞪了一眼，啊、哦，那个瞪是什么意思？你也没好到哪里去，还教我，<laughs> 哦，那个孩子，所以呢，三个人谁最认真？<laughs> 那个小孩认真在那听，啊、哦，他还没有见人家过，他他都很老实在听。当然了，这些心念呢。嗯 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小孩？铁定会，哎，所以要当个当机者也不容易啊。其实我们真的冷静下来，老人家刚刚讲的哪一句我完全做到了？那也还没有啊，一句完全做到了。 信德的智慧就透出来了。每一句经教都是调伏什么？习气的，那调伏的彻底的，这个信德之光就透一点出来。哎，哦，所以每一句我们还没做彻底啊，还没有时间精力去把这个。 注意力都还放在别人身上，啊，那就不可能得利了。啊，第二个呢，是善财懂子五十三参的精神，啊，就只有自己是学生，其他的都是老师，啊，其实孔子也是这么教我们的，啊，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 啊，则其善者而行之，不善者而改之。我们的心念都是放在啊，圣贤、师父、佛陀他们的优点，我还有什么没有效法？啊，哎，我还有什么过没有改？啊，每天都在这儿下功夫，一定可以得日进。 过日少，我们假如觉得进步不明显，应该我们的心念还是没有回到这个，只有自己是学生的态度。啊，所以不得力一定有不得力的这个，我们心念用错的地方。啊，印光祖师啊，他那一段话讲的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。 唯我一人，时事反复，啊，也是只有自己是学生啊，很好的一个注解。再来第八呢，用心如镜，啊，因为我们修道啊，就是恢复真心，真心像镜子，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态度就是。 用心如镜，啊！庄子有一段话，让我们去体会用心如镜。啊，他说到呢，治人之用心若镜，啊，就像镜子一样，不僵不盈。 应而不长，不将就是不将不赢，就其实就是未来勿将赢。不长就是不落印象，过去的事情不放在心上。 过去物流至这个其实也是夏老讲的。这些都是让我们怎么心呢？保持清朗、清净啊、哦，不要落在心上产生这些烦恼。哦，啊，其实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有。 过去烦恼，现在烦恼，未来烦恼，是真心一法不利呀、啊。那我们随时都有这些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烦恼，那就不能像镜子一样了。好好，那大家去感受一下。假如我们心里有事了。 你要去做好一件事，容不容易？啊，有时候人家在跟你交代事，交代，哎哎哎，你魂已经飘出去了，哦，又又拉回来，心不在焉了、啊，不在当下，因为心里有事啊，你就很难去应当前的很多缘，哎。 啊，所以有一位大儒叫刘念台先生，啊，他就讲到，学者遇事不能应，就是我们遇到事情不能应对的好，好，就是师傅讲了，你面对境界要清楚，好像像陈德这一点就做的很不理想。 啊，常常脑子里还有很多念头，所以有时候在境界里就慌张啊，或者不知道怎么对应。啊，这一点要跟李月老师学习。啊，他在境界当中很清楚，还可以当场机会教育。啊，因为他很清楚，他就看到大家情况出在哪里。哦，好。所以学者遇事不能应，总是此心。 受病处，比方说小家庭分享叫你讲，你讲不出来，你就不能硬了。哦，那你不能说是他逼我讲的，总是死心受病处，还是在这个境界当中，自己的心可能有挂碍啊，可能这个散乱呐、啊，可能突然。 啥念头都没有了，啥念头都没有叫无名，有念头叫妄想，啊，所以接着他说，只有练心法，更无练事法，只有练心法，没有练事法，啊，练心之法怎么练呢？ 大要只是胸中无一事而已，心上不要放事情，啊，胸中无一事而已，啊，哦，所以，好，好像有一句俗话说：“无一事乃能事事。”意思就是，你心中无一事的时候，什么事来你就很自然的应。就像我们看师傅，他随时都很清静。 啊，人家什么境界来都不影响他，问他什么问题，马上就答。他无一事乃能事事，啊啊，所以无一事啊乃能事事，此事主静功夫得力处，就是他主静安静的静，就他的心啊，常常能够清净安静下来。 不会受境界的影响，啊，主静功夫得力处。哎、嗯，好，所以这个用心如镜啊，这我们平常要关照自己这些心念，啊，好。 过去的烦恼，我们深信因果啊，那应该就不会挂碍了。因为你印在心上很深的，就是你还是有不甘心、怨。这个过去烦恼可以消除，啊，包含你转烦恼为菩提，化悲愤。 为力量，也可以把过去烦恼转掉，啊，甚至于前世不忘后世之师，把过去的事都转成一个积极面，好，好过去之非不可留，过去的做错误留在心上，就变成心理的障碍，啊，现在的妄想，就考虑现在的事啊，犹豫啊。 这个不知如何是好，啊，那这个时候就要懂得万法是因缘生，静下心来，把客观环境分析清楚，不要慌。啊，度德量力，审事责人，你应对事情看缘分，都有这个应对的准神，你就不容易烦恼妄想，啊。 而且这个现在的思维里面，也是要务本，也是要敦伦敬奋。啊，也是要相，也是深信因果可以对治现在烦恼。你不要担心，为什么？预知将来结果，只问什么？现在功夫。啊，所以这一这一句话就对治你现在不要乱打妄想，未来也不要。 乱打妄想，好，好，再来未来妄想，啊，其实生性因果啊，要怎么收获未来是收获，就要怎么耕耘，就对了。再来，我们对未来还有一种担忧，很怕事情做不了，毁了，担不担心？ 好，所以最后呢，这个印主有一段话讲的，其实还是不理因缘果，所以什么都离不开因果。印主讲：天下事啊，皆有因缘，都是因缘，其事之成与否，这件事能成还是败，皆其因缘所使，都是因缘造成的。 因缘果造成，虽有令成令坏之人，其实际之权力，乃在我之前因，而不在彼之现缘也。这个事能败，主要是谁的原因？操之在我，不在他。他现在再怎么恶劣，也破坏不了。 那有什么好担心未来的？最重要是自己，纵使生子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我们再拉回来，老法师有没有遇到很多不好的缘？可是你看他的果怎么样？殊胜的不得了。人家把他的道场拿走了，没道场了。啊，都是他害我的，那完了，败了。可是。 我的愿心不退，最后联合国给他一个道场，那已经是最高的道场了吧？<laughs> 所以你看，乃在我之前因而不不在彼之现也。明乎此，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了，则乐天之命，不怨不尤。你不怨天不尤人，素位而行，守着你的本分，安住当下的因缘去做。 素位而行，无入而不自得也。啊，君子无入而不自得。明理的人，理德心安呢、啊，这个未来烦恼就可以借借这些法来调伏。好，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